那总之说到这就好了。那家伙啊，昨天今天都给我们添麻烦呢。你说给你们添麻烦啊？沙爵就打开了这个酒窖的门，进到了里面，我就跟在后头。完蛋了！我已经看到那个金钱找在哪了，只是不知道在第几个，不知道是左边数来第几个，还是右边数来的17号金钱找，金钱找 number 17，一堆的，就是说啊，就是这个，反正就是这样，就是现代化的感觉啊，不像乡下的酒厂啊，还有些啊，所以这，然后呢，看着强烈的臭味，沙爵呢就按下了靠近门一个四角形的按钮。沙爵，你在这边坐久吗？白痴啊，他按钮了，快逃啊，门开不了了！我还是第一次看到酿造厂呢。还是说，放心吧，等一下你不但可以看到，你还可以进去呢。啊，在你眼前的是酱油啊，那边的是酒啊，酒味混在了一起。还有一个好大的冷藏库，还有酒瓶的罐子，还有小型的 tank 啊，冰库之类的，还有加工机器。二楼呢啊，就是那个渠室，还有酒母的空间啊。对了，要全身杀菌才能进去哟。脱一下吧，姐姐啊，你也不用了，不用了啊，真是的。总之这边就要二楼了，二楼要无菌的。总之苦笑了一下，这边一罐酒精的臭味，酒的香味抵消了酱油的臭味啊。不过我的呼吸还是很不舒服的。然后金田早呢？你说他在这里，是不是要给你添麻烦了呢？哦。没想到你跟那个警察跟他有联络啊，有什么事吗？糟糕，有点不好的样子。没有啦，只是他想要得到我们搜查的情报啦，然后我当然拒绝啦，就是这样。那给沙爵你添麻烦，那就不好啦。虽然意义一半是对的，不过就只能假装幼稚的谎言啊。哈哈，添麻烦什么的时候？金田早来到这时候就已经很添麻烦了，抱歉。所以说啊，金田早那家伙真是多余啊，就骂了他，真是的，是吗？真的吗？你是不是在配合我说话？你这是说谎吧？没有没有啦，怎么会？哈哈哈哈！哎呀，糟了糟了，正能量。每走一步呢，酱油的味道就臭味就越来越重，然后呢，还有些什么泰式料理的鱼酱味道啦、海老味噌啊、寿司的味道，鼻子越来越臭啊，还有些酒精的味道，头脑开始越来越混。不过金田找那个家伙啊，我就好好给他说教了一番，他应该不会再来了吧？那么你呢，需不需要也要说教呢？拜托啊，请您温柔点啊，拜托。对了，你说金田找呢？现在我来叫他来吧。对了，你知不知道料理的世界这个开始啊，就是一切的东西，什么样的是什么样的意思呢？就是料理的处理什么意思？之后的处理，你是说收拾吗？那还蛮简单的。他在说什么啊？搞不懂。怎么回事？有一股臭味，好像是烤焦的饭，不对，也不是这边那种甜的酒味，一股刺激的酱的味道。说教酱油，而且确实有一股奇怪的味道混在里面，是没有闻过的香味，那是什么呢？我想起了关本说的那些话，不可能吧？怎么会？但是我也不知道那种臭味。哎呀，放心放心啊，就在附近，就在附近了，弄得很漂亮吧？你是说什么呢？你想想看嘛，没办法，因为有些素材本来是不需要的，是要另外把它抽出来，可是很麻烦的呢。那些酒粕或者酱油用不到的东西，我就拿去放在肥料里啦。他到底在说什么呢？你看牛嘛，还有猪啊，本来就不是给人吃的东西，对吧？所以说啊，人有些地方是不需要的，用到的，对吧？你说人什么的？人呐，我也是这么想的呢。你到底在说什么啊？达嘎啦，所以我说要好好处理呀。人呐，没用的地方啊，可是没有的呢。把骨头去掉之外，只要用酸处理一下，毛跟皮呀，都是可以好好应用的呢。
哎，这个人他到底在说什么啊？什么用硫酸什么的那个？开什么玩笑？我是虽然我确实是确认这个而来的，等等，难道那因为大部分呢、的部位都是用核酸啊 ，inogen 酸，就是可以处理了呢。然后呢，那些脂肪呢，就拿去做肥皂的材料是最适合了呢。那个，您在说什么啊？我完全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意思，我其实不知道那么旧。啊，我吞了口口水，好紧张，没办法，既没办法，哈哈。我得鲁克塞尼，那你知道了吧？那我呢？看到了他从口袋拿出的一个手机，上面是我看过的手机机种，上面的通话对话可是有你的名字呢。那是金田早跟我交换联络方式看到的，那是金田早的手机，所以他已经完全知道我跟他连成一线了。我的身体在颤抖着。哎，那个金田找他，打嘎了，所以我说了，金田早就在这里呀，别担心，你马上就会见到他了。不过啊，那家伙又跑又叫呢，不过那门已经打不开喽。难道刚刚他的按钮就是把门关了起来吗？也就是我逃不了了。一瞬间，在我眼前一片灰暗，全身摔倒了啊！天旋地转，腰也好痛。怎么听到了水的声音呢？好冷哦！一呆呆，好痛，好痛，什么啦？啊，腰上好痛啊！我就站了起来。哎，我掉到洞里了吗？我怎么掉了进去？看不太清楚呢，附近什么东西啊？并不是全暗的，慢慢觉得有了光源。啊，对了对了，现在告诉你吧，啊，你可不能让你用手机呢，啊，它是挖了一个大洞，也出不去，跳也跳不出去。从上面可以看到，他从天花板从外面啊看着我笑着，啊，还是那个老样子的脸，声音好像很开心的。让我出不去。是什么意思呢？哈哈，他是加那一加那一个，八个。为什么知道出不去？你已经知道了吧？啊，总觉得这边好像那个冰箱一样冷呢，好冷。然后呢，我就站了起来，摸着附近的墙壁还有石头。啊，这边呢是好几个大小石头所建起来的石室，似乎有点像是在井里面。然后呢，啊，是水吗？为什么有水呢？是水，好暗哦。到了脚踝的地方，有点冷。瓦嘎鲁，瓦嘎奈的熊，我不懂啦，什么意思啊？你这是犯罪啊！你现在还讲这种事，他会理你吗？你这是公务执行妨害、暴行，还有监禁。干啥？北条根本智障都不行。无死无问，走打油呢是吗？有一种不好的预感。我的衣服跟裙子，那、还有内裤都已经湿透了，太过分了。然后呢，在这片寒冷的黑暗之中，有一股酱料的臭味在我鼻子中出来，不是鱼酱，而是那个阿摩尼亚的味道。一股臭味，铁锈味，还有一股更糟的感觉。学生时代在做理科实验，闻到阿摩尼亚时候好像有那种感觉呢，但是跟那个药品又有点不同的臭味。急忙塞住了口鼻啊，避免胃液逆流。然后呢，可是那个手上啊，但是正因为这样子，手上沾到那些酱料，完全进了鼻子口鼻中，这什么液体啊？啊，味道很好，对吧？自古以来的极品啊，就是所谓的肉酱呢。为什么肉酱还要用个名词解释？干，你当我没吃过肉酱吗？
好嘞。肉酱就是食品的腌制品，在中国古代，干又中国，你跟我们有仇哦，就是把极刑，就是把人把尸体就是腌制起来。啊，あなた自分で何をしているかっていう，你正在做什么吗？我的胃癔症，那就一股想吐的感觉，周围的臭气。啊，我当然知道喽，你才是做什么呢？哼，你当我是老人吗？痴呆老人吗？别小看我了。你才是呢，那难道是那个啊？搞不懂吗？你好好想想吧。哎，我心跳起来，然后那个是啊，那你个啊，说什么啊？我要代替我家的风手道歉哈？那时候失礼的人是你呢，要道歉的人是你吧？哈哈，没错吧？你搞错什么了吧？我说不出话了。妈咪呀，算了。反正你也在这了，那就好好为我工作吧。哎呀，我的腰有点痛了，没办法好好做体力活。我呆呆的站在那里。哦，对了，那边有个冷藏库对吧？那是个冰室，放的机械，看到了，有个门。你在说什么啦？啊，一，打开门；二，想想看怎么逃出去。好吧，来吧，虽然我也知道答案大概是哪一个了。一，打开门；二，逃出去。那有个冰箱。我觉得应该是一票的一吧。好，一吧，开门吧。我就乖乖听话好吗？后面好像有什么门。好了，你意外的很乖的，真好真好。啊，我就拿起了那胸前的手机啊，当作灯。当然这边是那个讯号外，求救是没办法的。我就照着那个灯慢慢的前进。嗯，是酱油吗？我手上那些黑黑的东西。然后那个门是什么呢？我有种不好的预感，打开了那个门，身上的那个门。哎，在里面传来了金钱沼的声音。哎，原来还没变酱油啊！哎，金钱沼吗？金钱沼是吗？啊，然后手机掉了下去。哎呀，这个液体是酱油吗？黑黑的，妈，太奇怪了。嗯，不过在酱油里面，我的下半身不只是酱油呢，肉酱。是鱼酱之类的臭味吗？泡在这里真是不舒服。那总之难以想象，我的内裤都被这些液体弄脏了。总之赶快搞定吧。啊，现在不是想这些时候了，把手机捡起来，先去门那边。啊，金田早，你在里面是吧？金田早，没事吧？我紧张的用手摸着门。然后呢？啊，难道他被关在这吗？阻拦在这吧。可可。很痛苦的呼吸声，好像很痛呢。我先打开哦，等等。然后呢？啊，前面有两个锁，啊，只是并不是锁，而是卷起来的两个铁栏，铁链啊，就是我就把它转开了，啊，然后我就打开来了，一股臭味，金田。我不知道该说什么，打开一瞬间，不好的预感，好像那种脏东西一样，而且一阵恶臭。然后呢，啊，把它关在这里监禁啊，关了起来，然后难以想象，然后呢，一阵热的东西飞了出来，竟然叫了出来，哎，不是热，而是冷的东西，深短的液体。然后呢？啊，就是喷到了我的脸，那一瞬间我就知道，还不知道是什么东西，是酱臭的味道吗？我就把用手擦，闻到一股铁锈的臭味。姐吗？金田早，你受伤了吗？啊！传来了让骨膜都会破的声音。啊，受伤了是吧？没事吧？
怎么了？你伤口啊？他受伤了，哈哈哈！啊，伤口是不是沾到酱油了？哈哈哈！啊，你妹啊！喂，没事吧？啊，没事，应该不会没事吧？啊，我已经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他应该完全震惊了吧？然后呢，一阵好大的光，我就闭上了眼睛。走，考我看清楚吧，看清楚吧！啊，然后呢？啊，然后有个强光杀绝照了过来，然后我就把闭着的眼睛打开，然后就往那看到新田藻。啊，没有声音，没有呼唤。啊啊！呀！啊！啊！在那边的金田藻，红色的液体不断从嘴巴中慢慢的蹦了出来。这是金田藻吗？这个没有，我只是遮着脸而已，我只是把眼睛遮住了。看，我是盖着被子讲话不行吗？这个红色的这个东西啊，眼睛的地方已经被刺穿了，一个牙齿都没留了，全身染染的红啊！呀呀！那我就丢脸的叫了起来啊，下腹部像就是整个身体像铅块一样动不了，手跟肩膀全都好像包住了一样，动都动不了。哇、哦，好声音，好不好听哦！哈哈哈哈！手能休息，手能休息，就是这样，就是这样了。手呢？怎么这样？那我就想要吐了出来，冷静，冷静下来。不能惊慌啊！我是什么？对了，我是警察官。整理一下呼吸，冷静。他就继续动着啊，好像要想要说着什么。金田藻，振作点！你要他振什么作？你要他振什么？振作点，怎么振作才行呢？这振作不了了吧？要救他，可是怎么救他呢？我就把那些吵死人的牙齿一个一个拔了，舌头也剪了一半啊，还有眼睛呢，啊，对对对，那个什么什么失明者的啊，对对，失明者后，你把田村野，哎呀，麦当用呢，真认输了那家伙什么的，谁知道呢？啊，逃了吗？不过这样啊，就会擅自出血而死了呢，那家伙。呀，不过太好了，没留下什么证据呢。为什么你要做这种事？没有磁场转动哦。对啊，那个谁不是被剥皮都能复活？五男，白五男。为什么？你想让我说理由吗？还想听吗？杀了田村的事情，还有虐待金田藻，理由一定有动机的吧？我 got it， 我懂，但是这不是人类做得到的。なんだこれだな，我不是说了吗？一开始就说过要处理的嘛。そうだよな，母ちゃん，对吧？妈妈，妈妈。然后我听到了一个啊温柔的啊那个优子的声音。So， 没错，那时候做酱油啊就一直失败，正好那时候有个烦人的东西就把它杀了。然后啊那时候妈妈她就想到了，分解。与其分解啊，会留下尸体的地方，那可不行，可是麻烦呢。然后呢，我就听到了优子的声音又过来了。一生そこだよ，就放到那里了吧。然后呢，这时候呢，就让我们发乌马味，没错，好吃的味道，第五种味觉，这可是世界日本人那乌妈咪啊这种世界共通的语言呢，对吧？优子的声音这么想着，这什么样的夫妇啊？总之就是这样了啊！你看我刚那秒好像也看不太懂，这样。
对啊，他太太就这样了。然后呢，啊，就是香水那些混在一起啊，就是本来恶心的味道都变成了香味呢。恐怕是因为人类本能就有把臭味转成香味的能力吧。阿纳达多加斯蒂鲁啊，你到底做了什么？居然说尸臭肉色魅力？难道就跟官本所说的一样，像连续杀人犯一样的尸体爱好者吗？真差劲！田村呐、啊，不止田村，两年前的行踪不明者，果然也被你……啊？你说阿塔利没打喽？被啊，被你说中喽！巴嘎嘎瓦嘎鲁松纳诺，当然知道了。也就是那时候就开始做了尸体处理啊，进行这种处理的手段。卡尼巴尼又是什么啦？干，为什么一堆奇怪词啊？啊，我必须要中断去看一下卡尼巴尼到底是什么鬼？第五种味觉到底是什么东西？我也顺便看一下好了。除了甜味、盐味、酸味、苦味，第二种是好吃味。是1908年东大教授池田。菊苗所发现的一种乌玛米的味道。哦，有了，卡尼巴尼是什么？哦哦哦 ，cannibal， 哦 ，cannibal， 食人族 ，cannibal， 干谁？这什么鬼啦？啊，俄罗斯的食人魔啊，食人魔，我们跟食人族可是不同的呢。哎呀，食人族太不卫生了啦，太恶心了！你想想看，万一有微生物该怎么办呢？对吧？我们在他说，所以我们借用的微生物把那些东西去掉了，这怎么可能？你疯了吧？乌鲁塞巴嘎，吵死了你！你还有精神说话？趁你现在还有精神、有牙齿说话的吧！这两个夫妇已经气孔笑了，他们真的疯了。我该怎么逃出去呢？金田找。对了。感觉听到了金田早从背后感到吹气他的声音，早点出去怎么帮助他呢？帮助他，我做自身难保了吧？金田早振作点啊，振作点！所以说不行，帮不了他，我才该振作点啊！可是我的身体动不了，金田早也帮不了他吧？啊，剩下的使命感还有对只剩下使命感跟对金杀绝夫妇的愤怒，但是用愤怒作战。以斗志啊，不是我的性格，我知道那是大白鲨天道，要有怒意才有99万匹啊。但是作为检察官最后的矜持啊，我有使命感和正义，就让这两个让我站得起来。你想做什么？别笑死我了啦！你能做什么呢？啊，鲨爵的声音继续响着，他说的也没错，能做什么呢？呵呵，啊，但是我帮不了他。大家搜雷瓦伊玛，所以现在就把。金钱找吃了，呼吸，听到了他的呼吸声，啊，那么他的眼睛已经不见了，其他没有什么外伤，但是这个出血量看来应该没救了吧，啊，肠子好像也破了，这个没消化的东西。马雷达，你呀、啊、就看到现在那个金钱找了吧，你懂了吧？什么？啊？啊，就听到他的呼吸啊，靠了过来。对了，对了，对了啊，你是来帮我的忙啊，就是说大小便也没关系啦，反正蛆是有抗拒性的，蛆的抗拒性啊就是什么啊，什么肉都切不掉，0157什么鬼啦，把那种肉源大肠杆菌啊，可以抑制他们，超厉害的哦，啊。但是啊，果然粪便很麻烦呢，卫生方面也要处理，对吧？你到底在说什么啦？我搞不懂他到底在说什么东西，他说的话都快进不了我耳朵了。啊，所以说啊，我把金田找的肠子跟胆囊啊都切了下来，啊，切下来吧，这就是体力活呢。好了，来拿去。然后沙爵就把一个东西，一个桶子丢了下来。怎么做得到呢？当然做得到了，交给你吧。做不到的啦，但是你非做不可啊！啊，听到了这水声，来，还有这个菜刀给你，来交给你吧。咚咚咚咚，我听到了引擎的声音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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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这不是摩托车的声音，而是电锯的声音。啊，
好，老老实实的帮忙啊，帮忙聚金田沼。谁要做啊？混账！啊，来给你们选吧。第一个老实的帮忙，第二个谁要做啊？我去尿个尿。哦，看一下吧，好多哦，哦，有点难，有点难以决定哎，一二二一哦，数下二有几个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，十一个一呢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，好了，一比较多，十六一，老实的帮忙。我知道了，我帮忙帮忙就是了。那我就叫着，反正也逃不了了，而且金田沼也死定了，也救不了他。总之就这样吧，至少让他不要那么痛苦。哟西，好孩子，来拿去。首先是用那个菜刀啊，把那菜刀用菜刀取出来，然后取出来的东西就放到篮子里。对了，记得大肠、小肠、膀胱还有胆囊都要拿出来哦，放进来哦。我不知道啦，那种东西啊。我颤抖的手握着菜刀，真的这样就好了吗？还是说，我不懂，该怎么做？不行了，喂喂，干嘛站在那发愣？不是决定好了吗？快做啊！不行不行，就干那呢，没办法了，哎，居然帮不上忙。啊，还有响起了那个电锯的声音，难道说？好了。把他手脚锯掉吧，这样子就比较好处理了吗？啊，那个声音在我脸颊边经过，哎、欸，啊，然后呢，啊，那个电锯就这样从屋顶上被丢了下来。你想杀了我吗？